介绍。如果你在这里，这意味着存在希望你以这种形式存在。你不是个意外，你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奇迹。不要认为这是积极的想法，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真理。如果你相信这个真理，你将开始体验人生的巅峰。要明白，存在试图透过你来表达它。你所谓的潜能，只不过是存在透过你来表达。当你自由地允许这一点，你将开始实现无限的潜力。当你与存在的能量合而为一，你就成为流动的能量。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在开悟中。生活在开悟中是与流动的存在能量共存，与这一切发生的奇迹同步。当你以这种方式生活时，你会发现生活中没有个人障碍，没有情感包袱，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你。生命像河流一样不断的流淌，每时每刻都满溢着幸福和满足。在这本书中，你会发现更深层次的真理和强大的技巧，来克服个人障碍和解决情感冲突。你也会发现真相，揭开你与这个浩瀚宇宙关系的神秘面纱。你开始进入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。这本书是写给任何想过着圆满生活的人，它揭示了自我、存在和世界的秘密。每个人都要开始体验在地球上出生的终极目的。这个目的是提供以下经验。下题 Shakti， 理解和改变你生活中需要改变的一切能量。布迪 Buddhi， 理解和接受生活中不需要改变的一切智慧。游题UT， 明白并意识到无论你改变了多少，无论你看到的现实是什么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梦。八题 Bhakti， 虔诚与永恒深切联系的感觉。目题 Mutti， 当这四种都融合在一起时，达到最终解脱。生活在开悟中。圣尊尼西亚兰达帕拉玛西瓦上师。